超梦哥啊，超梦哥啊，哇，吓死我了！换条裤子，换条裤子。就如果我又没被ban的话，可能还不好赢。就是拿铁男六级之后不好打，你知道吗？六级之后铁男，反正都有大招的情况下，六级之后很难赢铁男。 拿铁男的话，初始任务还，我鳄鱼也都是之前的。说实话，这把能赢，不知道亏对面不知道谁翻的我这轮。鳄鱼这个版本真的太强势了，关键还是我的鳄鱼，我的鳄鱼那就跟别人的鳄鱼不太一样了。掉了。